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呢，小米，感谢你，谢谢，我也爱你。今天呢，对丽友来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特别而有意义的一天，感谢大大娱乐，谢谢，给丽友一个这么特别这么棒的一个夜晚，可以让丽友来向我的偶像凤飞飞凤姐致敬，谢谢。大家都知道凤姐呢，用她的一生啊，这个体贴温暖的心带给大家感动，带给大家欢乐，尤其是那一句经典的口头禅，感谢什么？感谢您唱到这么好听的歌让我们听，又给我们感谢，这种人要找，对不对？我想这样好了，我们要感谢凤姐呢，留下那么多经典的好歌，还有留下那么多美好的回忆给我们。这样好了，今天这个日子太特别了，我来说凤姐，换你们说感谢你好不好？我们好好的来感谢一下凤姐好不好？秋天的雪。